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はい。好了呢，现在由我们的玛利亚桑来讲解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一段开箱？因为你要向我们一些日本的朋友用日文讲一下。所有的日本朋友，我们目前都在这个网络前面在收看。所有的日本朋友，很多人，一多人，至少有三个县，至少三个县，至少三个县，群马县。好了呢，辞呈。还有一个梨木县，这应该算是关东地方吗？嗯，北关东，北关东，石城、梨木、群马三个县，你如果可以用日文讲出来的话，不如说听一个。群马、茨城、什么什么崎就对了。来来，什么崎啊？栃木，栃木，栃木，栃木です。栃木。哪一个？栃木。栃木。栃木。栃木です。栃木ですね。答对。Yes。没有答对。答对。还没有受到教训吗？还没有吗？还没有受到教训。还没有，还没有吗？你不怕网友讲你吗？不怕吗？不要这样。哎哎哎哎，他们听我哎哎，他们听我的哎哎哎哎哎。啊，すみません。错了，昌平错了。嗨嗨嗨。昌平说。哎，我觉得特别。我跟你讲啊，是这样子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大家不能旅游。但这边呢，我们在太痛苦了。去年最起码有五次要去日本，真的五个大大的，而且你害这个疫情害到玛丽亚整年没有看到爸爸妈妈，没有看到我爸讲，啊，我爸讲怎么，阿罗内，我爸讲，怎么是你在难过？是他难过，对，为什么难过？因为我想说你要见到爸讲，我讲玛丽亚真的是整整的一年在台湾都没有看到自己。对吧？在台湾就像他爸爸，对，我弟讲，对，爸爸，爸爸，他没打哟，他没打哟，他不是爸爸，是我多少？我多少？讲到讲到，那他没打哟，我嘞，可以多じゃないですか？嘞，我多少？可以多哟，加油！那个棒圈，棒圈，阿昌胸前这个好了。每一双眼眸。反正现在大家不能出国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年有一支特别勾起大家这种旅游魂的一支作品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日常看导演去了石城县，对，令人真是回味无穷，非常想去。而且我在那，讲，而且我在那一集高空弹跳获得阿公说再也不会骂我了。你这样看着温妮在上面，然后你嘴巴一直这样动，然后我在，哇，我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骂你。可以看一下回放。然后由我对温妮刚刚讲话都要客客气气。讲，那个时候是杨洋说跳啊，杨洋就走啊，他就出现。因为杨洋他是他，杨洋是一个没有血没有肉的人。是啊，杨大，我爸铁，他是一个钢铁人。难怪，所以是铁做的，难怪有铁味吗？这里听我，他听我，他要叫抗议，抗议，他听我抗议，抗议。看到没？我没听到。所以呢？他们特别寄来的北关东三县的特产，让我们支持。哇，很开心啊！北关东怎么讲？北关东。北关东。我们左手边是，他们寄给我们的好多。哇，好多！可以带回家吗？全部都要送给你们。光送给你们这个影片就只有2分30秒，所以呢，阿良设计了一个游戏，叫做猜猜我住哪。你看你们四个人对不对？依序去这个桌上，选择你们觉得哪一个是这个北关东的赤城县的特产，哪一个是栃木县的特产，哪一个是群马县。啊，谁在猜不着？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问你们说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是属于那个县？听你们的理由。然后四个人都讲完之后，我们对答案，最高分的那个人。就可以赢者全拿，不能分队吗？啊，完全不能分队哦。那我跟泰哥好了。不行，你们两个人太快了，快了，太快了，等会，台妹，你记者会上，分队好了。那我们就分那个原告跟被告队了。我的天，不是原告，原告，被告玛利亚将 K 选队哦。哎，なんだ担当者ですよね。ほい。哎，可以去。哎，我要选鸳鸯扇。鸳鸯扇比较会日文。哪里？
来，现在呢，我们先请那个原告队讲一下说，为什么选这三项？觉得哪一个是日高吉体，哪一个是卡普达拉吉，还是贡马？理由什么讲？这些当时纳豆是最有名的。不用讲了，因为我跟我儿子去旅游的时候，正经就是吃纳豆。大哥，你是可以说你跟我们去哦哦，还有忘记我们了。纳豆是最有名的嘛？七福神是群马县最有名，尤其是那个不倒翁。然后这个呢很简单啊，这上面就写了嘛，有没有？托奇基肯德的是呢，托奇基肯德。超有名的，真的很有名，面包很有名，对对对，这个很有名。听一下那个阿部队。嘿，我们也是纳豆，就是 Tochigi Ken 的名产。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是草莓，因为呢，草莓应该也是啊，那就是茨城，我間違えた，茨城。然后 Tochigi 的很有名的一个 Tochiotome。他虽然是这样讲没有错，但是问题是茨城县的草莓也很有名。哦、对，对，所以它是有点强壮的，没有，但是它这个上面有写栗木县，写栗木县，它都写了，还弄个屁啊，一个涂掉。啊，对，可能这个吉祥物是群马的吉祥物，对，群马强，说的是那个很有名，所以它是马。两队都选对，恭喜！耶！因为两队同分的关系，我们要进入那个 PK 战的环节。哎，这样子我哎，我自己提，你听我讲，我自己提这个，我可能会全军覆没。哇，哇，这个东西很可爱呢。你们有没有谁不敢吃虫的？现在讲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不敢吃这个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哪里来的？爷爷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吃好大一个。哎，嗯，可以拿掉吗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有点不确定是哪一个哎、欸。它可以开眼，它里面有一个风味是一个情绪。哎、欸，它说里面的。吃的东西造型。哎、欸，好像一个假牙哦。是虫吗？这是虫啊。假牙。是假的。不是虫。我觉得是这个。偷鸡鸡，偷鸡鸡。我跟你讲、欸，这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嗯，能够战胜这一次。好。因为我没有把握是哪一个，所以我就必须跟他选一样，输了可以重来。OK， 聪明哦，跟台哥果然是对的，怎么这么真实？要一起讲，对。Tochigi，你是 Tochigi， 正解哦，群马でした。啊，是。来哦，群马です。群馬の日本群马县的富冈制丝厂蚕丝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世界遗产之一。吃不出来有香草的味道，没有吃到桑叶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吃外面。哎，可爱。第二轮了，来。哇，什么？德尼国人？哇，这是什么？来，凯哥，凯哥啊。何ですか？我要提告！限量版，一二三，正解は Tochigi の那須高原クッキーパパ，栗木县的那須高原饼干罐。在这个罐头里面竟然有饼干。纳须地区有很多的牧场，牛奶的生产量是全国第二。很香的那个牛奶味，嗯、很香的奶，嗯、香香的奶。香香的奶欢迎大家，请量版的人，我去哪里？不去。不去，你在哪里？你是偷鸡鸡，你们两个请问，都答案都一样的问题啊？答案是竹坡日本宇宙科学重镇太空中心的宇宙食品，位于茨城县。答错，八八。没关系，对，我记错了。宇宙中心是在那个宇宙。正确答案是，这个是日本的牛九大佛乌西科大夫子，全世界最高120m的青铜神像，原生为台湾制，会让台湾人产生纪念感，所在地为茨城县。报告。
最后一题。哎，欢迎也误会了，去这边。玛利亚，这个吗？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OK です。十成了吧？十成。哈哈哈！八成。你们哪里修？隔壁同学哪里修？没有，完全没看，完全没看。我们头上的灯笼是叫做阿妈爹阿玛比爷的日本传说中的人鱼生物，它的所在地是伊巴拉基的水湖。那由于同伴的关系，进入延长战的时候。三战两胜了啦！超肤浅，他一直打一超肤浅的。一巴拉几天？你妈得修！为什么你要抄我呢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伊巴拉克有一个月老庙。来公布这边答案了，这是所谓的锁心城堡的那个城堡前面的那个会埋，所在地是 Gumakenes。天马星，要错了 this， 我已经不想玩了 this。你刚就想猜 Gumakenes 的，你不要再跟我一样了嘛。妈，你干嘛都跟我一样？真的是。来，最后一题了，真的最后一题了。请问这个资料夹上面的地方在哪里？好了，这个玛利亚组猜的是群马县，为什么呢？群马。阿西嘎嘎不是群马吗？阿西嘎嘎是一个地方。你发挥日本人对地理的战力，说我觉得是输掉了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他是假日本人，他是假日本人，所以可能会错。没有自信。安静安静，你们这边差点是高崎第一木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边有个木头。然后这边是户子花，对啊，户子花，好，户子花，姑妈，这个资料夹上面的是日本的足利花园，足利快公园是非常知名的景点之一，尤其是以它这个紫藤花的景色，姑妈，吸引了所有的这个群众。而足利花卉公园紫藤花园的所在地是立木县，恭喜答对，我们赢了。日本に帰ってなさすぎてもう忘れちゃいました、ごめんなさい。我要来公布一下，他会资讯了。这么多北关东的特产呢，我们一定要分享给观众。也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大家就可以亲自到北关东去感受北关东的美好。我刚讲的分享的方式哈，我们出个题目，然后你把答案写在底下的留言，然后我们说你的什么。题目是你最喜欢北关东哪个县的特产？那底下写什么 Olay 的那种？石城县我们送出刚刚的竹波宇宙中心的太空食品跟纳豆玩偶吊饰。立木县我们要送这个什么富余香土陶吊饰以及草莓巧克力汤匙。至于群马县我们将送出刚刚的那个蚕宝宝巧克力以及一尊达摩。好了，这个我们的北关东特产开箱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还是你大声讲。开心开心哎！你根本打断他。没有了，我想，没有，我想说，我们还是分他们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挑一些好的，他们就挑一些烂的，不是烂的啦，没有烂的，没有烂。我们有挑一点，然后他们也挑一点。这个很烂，那个超好吃，那你帮我一半，你帮我一半，我一下马里亚。嗨，那大家先告辞了，希望这个疫情赶快 OK， 我们那个又可以开始旅行。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！
也希望日本的朋友早日疫情恢复。好像这个飞机的，我们不能去日本的时间越长，我们下次去的时候就待得越久。所以呢，目前已经累积到一个半月了，现在去就是要去是昨天。非常谢谢日本的朋友，谢谢北关东三个县，支持铃木还有群马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またね，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。我还以为我输掉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应该是梨木县，为什么是我以为是梨木县？害我没有把握。巴卡没有。巴卡的时候，还有没有跟你同一队的时候？输得很惨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日本人呢？叫做假的是。来，我在退休啊。好吃吗？手上我在戴。好吃。嗯。これがもうすごい超好吃。如果有人送这个就心情很开心，不会分给家人。